网友会问说，哎，为什么严家的这个小朋友呢都比较早结婚？对啊，不是刚好还是？那是传刚好啦，刚好，对，刚好缘分到了。像我二弟就不，二弟他已经33岁了，33岁还没结婚呢。而且今麦做阿公的感觉安怎？足趣味，老趣味，趣味安怎？足趣味，反正我说了，刚刚说了说。父母在教育小朋友可能会板起脸孔，哈、嗯，而且平常带小朋友出门在，比如说在外面吃东西干嘛，他、啊、总是、会要求他走坐啊、站啊、吃啊什么一大堆。但是做阿公青菜，做阿公哈，不是公青菜也会要求，但是做阿公哈就不会板起那个脸孔。你看到那里，你就一直笑，你还没看到他，你还没看到他，你光在想就自己就笑出来。